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，大家都想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危机，然后提前化解。那么近期你有哪方面的危机呢？今天一起来简单占卜一下吧。情感困惑，事业迷局，点击文章下方了解更多，可以一对一占卜解惑。占卜规则，平静内心，想着标题上的问题，凭直觉任意挑选一张牌。 A， 最近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脾气了，近期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，脾气也挺冲，听到别人说什么可能就忍不住想吵架，觉得做事情也不顺，整个人都是心浮气躁的，常常郁闷不已。你应该好好疏解压力了，转移注意力到其他地方，可以去看看电影，享受美食，寻找生活的乐趣。牌面提示你近期要当心遇到分手、合作破裂的情况，冷静的对面对生活的挑战吧。 B 这张牌提示你近期要注意财运，可能会破财，需要留心借款或者被盗等事件。你不太善于理财，比较粗枝大叶，近期甚至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破财情况发生，可能有较大的金钱支出，需要思考周全，也可能会因为粗心而遗失钱包、手机、银行卡等贵重物品。不管怎么样，凡事小心谨慎吧。 C 这张牌提示你近期可能会遇到感情问题，要么是所托非人，要么感情上会遇到竞争者。单身的人也许会遇到有好感的对象，但是要确认对方是否真心，还是只把你当作备胎。恋爱中的人要留意烂桃花了，可能是你，也可能是你对象。如果还想好好走下去的话，记得要每天保持联系，不要轻易冷战，以免他人有机可乘。 B 牌面提示你要注意小人，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可能会遇到很多阻碍，有人故意找你麻烦，或者扯你后腿，或者是利用你的同情心和单纯让你背黑锅，做事费力不讨好，这些事情都会让你心里不平衡。如果领导因此对你有意见，那么情况就更令你焦躁不安了，建议你近期还是低调行事，独善其身。最后还有一丢丢福利，加微信公众号 J 叔说星座回复占卜，可以塔罗牌占卜。